主料：猪蹄500克，辅料：黄豆100克，斩块猪脚洗净，放入冷水锅中，加入切好生姜片，捉水，水开后关火，把捉好水的猪脚用清水冲洗干净，冲洗净的猪脚放入高压锅中，加入料酒、生抽、老抽、盐、白糖，加入生姜、花生油，加入泡过水的黄豆，拌均匀，最后倒入开水盖过猪脚，开大火，大火烧开，转小火，慢慢慢，大约20分钟，焖好了，开吃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